刺霜是一门 mix and match 的艺术，代表颜色、物料、剪裁之间的协调。今天我们玩 mix and match， 一件衣服你就咁挂喺度，冇人买，因为你看不到可能性。但是当你将它 mix and match， 你是画紧一幅画，会有很多不同的颜色俾你发挥。当你决定去做一件衣服，就要做得出街，不是纯粹为了表达自己，而是要用自己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。今次件衣服会带一些街头元素，我想讲多元社会，想讲个人风格的重要性。这条街是高级品牌，下一条街是二手店铺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但是做回自己。雌雄同體，沒有邊界，沒有界限，是 gentleman 又是 gentlewoman。 對於我們來說， luxury 就是革新。